陕西人都知道的面馆。这是什么面？以前连汤都没有，就是那么大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大一个面！一家网红店，面馆据说已经开了十多年。电视剧《庄才》看过吗？张嘉译、闫妮吃面的镜头就是在这家面馆取的景。一进门就看到师傅在玻璃柜台后面正奋力擀面呢。那他做完这一套要多长时间呢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您这面得有多少斤呢？一天能做多少个？多少个？一天20碗。二十？这一个下20碗。一个下20碗。那你一天做这种要做多少份儿啊？多少份儿？啊！一天反正要从早到晚都在这儿。又发现一个地方，装台啊，又发现一个吃的地方。那一份半斤多呀，你这能20份？来，四位接待一下。6两。对，6两。四位。标准6两。啊。拿过来放哪儿？
惯的面，劲道好吃的彪彪面，好吃不贵，经济实惠，难怪这么受欢迎呢。一罐，先吃一个算一罐嘞。